圣节派对二。这条街今天晚上看上去很不一样啊，因为今天是万圣夜吗？伙伴们，千万要拉紧我呀！我觉得好晕啊！你们老是在上面动，我很难平衡啊！我。今天的天气不错，你们的心情也很不错。对，是啊。什么声音啊？总之，今天会是很特别的一天，对吗？对呀、啊。哇，你们快看！万圣节南瓜真的好大耶！秀智看见了一个大南瓜，很激动呢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南瓜太大了吧？哎呀，有多大呀？不是简单的大，而是庞大。妈妈这里。哦，那一定是用来分发的糖果。最后那块是我的。我觉得你应该放手。你怎么不放手啊？我确定是我先拿到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就这样光明正大的拿了，它当然就是我的。那对不起了，先来先得。正是，所以现在你该放手了。什么？胡说，是我先拿到的。告诉你，是我先拿到的。对，也许你是对的，你说的对，是吗？我都说了，是我先拿到的。这声音，你是秀智吗？我是哈利呀。哈利，什么？哈利，这个名字我没有听过呀。我突然讨厌甜食了。这个你拿着吧。你觉得我会让万圣节就这么结束吗？迷你特工队的害虫们，我要让你们看看，我会送出更强的南瓜，给我全力攻击吧。好奇怪，你真的不是秀智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不是你的朋友。我的天哪！
险的，离开这里。附近还有我的小朋友们呢。别担心，你的朋友已经撤退到安全的地方了。谢谢啊。大家都撤退了吗？对，现在就剩这些家伙了。他们就像野餐上的蚂蚁一样令人讨厌。这是最后一次扰乱派对了。伙伴们，开始攻击。跟那些讨厌的南瓜说再见吧。福特，在那儿，那是个机械装甲。又是南瓜，我快受不了了，我不想再吃南瓜了。好，我们一起击败他。好。我来分散他的注意力，他就会全力攻击我。好。激光炮发射。就是霰弹，特工导弹发射，怎么回事？他吸收了我们所有的攻击。当心，这个机械装甲吸收了我们的攻击力量之后变强了。荒谬！不，那东西不是普通的南瓜。他又在准备攻击了。有麻烦了，能量水平已经达到危险值，动力输出也在快速下降。开启所有备用发动机，我们利用剩余的能量进行一次四位一体的攻击。好，我们为正义而战，特工机甲合体。会给你好看的，大南瓜！超级激光炮发射！什么？这样的激光也能吸收？那就试试这个吧！超级冲击波发射！什么？小心啊！吸收了我们的攻击，我们得制定新的作战计划。我来扫描一下他的弱点。原来他吸收的能量是有限的，如果说联合我们的武器进行一次超级攻击的话，应该就能取胜。好，那我们就试试吧，这一次破釜沉舟了。好，我们用四位一体光之枪来攻击他。好，光之枪超级连环炮合体。合体。
这里来吸收这个啊，大南瓜。超级连环炮，发射！发射！我们要找出它的极限，大家增加能量输出，增加能量输出。